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现在我很闲。今天我要介绍的是登登天竺鼠车车水果果冻 BB。 你看啊，这个它的外包装的包装盒非常的可爱，天竺鼠车车水果果冻，我们来看看里面的样子吧。打开后，哇，里面有好多果冻哦，有看起来应该不知道有没有不同的口味，蛮多的。等一下 Andrea 直播，请他试吃给你们看吧。里面的盒子也非常的可爱呢。谢谢你收看，现在我很闲，哔哔。